哎呀，心如啊，我好久没看你好久了，我上次我们是在那个片场。对啊，自从你嫁入豪门，我就更没有你的消息了。哪有？你家那豪门呢？豪门没来啊？在家呢，看孩子。看孩子。姑娘还是儿子？女儿。女儿，好。哎呀。哎，你老公演过我女婿。武十郎。对，武十郎。女儿不是你，心如姥姥，你们认识吗？我当然知道他。我这也是经常看看你的这个特别棒的电视剧，看着他的戏长大的吧？对，戏长大的，是。哪有？今天康熙、乾隆、紫薇都在。哎呦呀！你叫他皇阿玛？我叫皇阿玛啊。哎呦，那你叫我太爷爷吧，爷爷都不行。他演乾隆，我演的是康熙。对呀，请叫我太爷爷。太爷爷，太爷就是曾祖父的意思，是不是？别理他，别理他，他老在节目里说他是我爷爷。你说我们那个还珠那波人啊，最后终于演完了戏也没在一块聚过，是吧？好像没人安排似的。对呀。你跟有朋常见吗？还算蛮长的。因为他之前也有回台湾啊。跟志鹏常见吗？没见过。啊，我还见过两次志鹏。哦，是吗？我很久没见过他。志鹏是个很可爱的孩子，特别乖，很可爱。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做的那么前卫。本来可能内心就是有这个魂在。哦。志鹏啊，除了在台上比较时尚以外，下来还是那样不素。啊。还是原来那个人。但是台上是另外一个人。对。皇阿玛，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没变啊？啊，没见你变老呢。坐着，是不是？我其实也老了，你就是让我高兴而已。真的，没觉得你老。那个戏拍了几天啊？当时我们拍了五个半月。我不记得，我觉得你们特别苦。你们那时候辛苦的那个样子啊，都还记得，历历在目，都还记得。2点钟收工，你们，然后4点多、5点钟又出工了。就睡俩小时，哎呀！有时候我们头都没卸呢，就这样躺着。他跟那个小燕、那个赵薇从那楼梯上下来搀着，旁边有个助理扶着，一路从大堂走出去，人是睡懵的，然后下那个大堂的楼梯，要上车，一松手，地下都是雪冰啊，呲溜就钻车底去了。哎、大观园，啊，你们那个事儿已经40多年前的事了，别再说了，好吧？这就是老了，林心如，她把你带老了，回忆过去就是老了啊。然后拍到大观园，大观园还没上班，天刚刚亮，对，没地方去，找一个大板凳，你们两个人呢，往那板凳上一倒，一个板凳就可以睡俩人。对，那时候我都在现场，太可怕了。皇上，您一定累坏了吧？进来喝杯茶。好，你这样下棋。不是会很累吗？跟皇上下棋一点都不累啊，这是凤去台空江自流。哎呦，周杰把鞋都丢了，包也丢了，军大衣也丢了，结果走的时候连自己的鞋都没找不着，太可怕。我们那个车走的时候，后边好多人追着，扒在那个车上，很危险。那个就是第二部了，因为第一部播了，已经红了，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追。是，第一部的时候还没有人扒车呢嘛，因为还没看呢。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我跟赵薇两个人，我们在那个
承德避暑山庄，然后拿个鸡翅就边走边啃，边走边啃，人家可以为我们是那个穿那个戏服的游客这样子。游客，哎，现在是这样的，你们两个负责怀旧，他们两个负责恩爱，我们四个人负责包饺子。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别嫌弃啊，在我们家里头，我们要拿舌头舔一下，然后把这块肉扔了啊。嗯。合适。嗯。咸淡味合适。啊。哦。哇。好快呀、啊。哇。好快、啊。来喽！哇，看这个，哇，哇，这面好漂亮哦！张老师做面确实是非常纯嫩啊。显呗，显呗，显摆，收银 off， 显摆，显摆，显摆，我不发表意见。需要我开始切韭菜吗？这样，还是弄齐。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ve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ve been working nightly. If you think you'll win, ha, nah, f***ing likely. I be taking shots, yeah, cold-blooded, icy. Watching numbers grow is what I call sightseeing. In the front row, run it up when they hype me. The following grows, they know how to ignite me. Call me CEO, I've been running sh** right, see. And I ain't playing games, I create my own lane. Making pleasure out of pain, Turning losses into gains, I'm the boss, I'm making change. I've been rocking this exchange, Popping off and risking things, gonna make a f***ing name. I just wanna be famous, but I don't want that cheap fame. No, I'm not that vain,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走吧，去吃吧。 Bravo! Oh, 好棒耶！哇！来吧，准备吃饭。我们来个什么仪式呢？一人举一个饺子吧，来吧，干饺子。我们感谢那个易涵，你们导演，你们邀请我们聚会，谢谢，谢谢邀请，谢谢你们家的饺子，出了场地了，对，谢谢，特别开心，啊，心如和铁林的到来，欢迎欢迎两位。